您现在收看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视报道。在四川省巨源县被雨水浸泡的街道上，救援人员正尽全力解救被埋在学校坍塌教学楼废墟中的数百名儿童。目前只有不到20名儿童被成功解救出来。据信，将近900名其他的中学生在地震发生时待在教学楼中，他们的家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音讯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就像是一场令人悲痛的不眠之夜。当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正积极展开之际，人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到这场灾难的强度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尤其关心受地震影响的儿童的安危。在四川居住的大约1200万适龄儿童中，有15万住在震中地带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处主任鲁兹坦说，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死亡人数将会增至多大。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也是最贫穷的省份之一，所以我们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非常高。本周三，中国政府正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救灾物资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做好准备，帮助提供健康箱、帐篷和卫生供给。很多家庭悲痛欲绝，只是家庭中有很多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，所以我们认为将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但是目前清点死亡人数的工作仍在进行，而这一悲剧的受害者们又恰恰是该国最贫穷、最脆弱的人群。以上是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电视报道，我是庞磊，携手儿童青少年。